期在中国举行巡回演唱会，吸引众多粉丝到场支持。其中在唱到经典歌曲《Let's Dance》时，伍佰跳起魔性舞步的影片瞬间在落网，引起热烈讨论。只见伍佰在唱到“泛滥河水将我冲向你的心头，不停留”歌词时，突然他就像触电一样，不断抖动手和身体，画面相当搞怪逗趣。影片曝光引起网友们纷纷笑亏，不管你是谁，请从伍佰老师身上下来，到底是谁教他这样跳的？谁把电线丢到伍佰老师脖子上了？太可爱了，整个放得很开，现场一定嗨翻，真是 Let's Dance 啊！